就跑到池子来，怎么样？跑到石头来，春天又下雨了，池塘里池塘里面有水呀、水里面有一些小石头啊，拿这些小石头当做什么？宝。哟，春池湿地呀、拿了这个池塘里面的小石头当做是宝贝，当做是玉，当做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啊？就是因为二圣人修无常观，我今不施功啊，不施功就是不假用功啊，我今不施功啊，福性而现前啊，是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啊，非师相授矣啊，福性而现常常现前啊，非师相授矣，如果不是啊慧能大师啊，你呀、不是啊，哎呀恩师啊，六祖啊，慧能大师来相授于啊，非师相授于，若非六祖慧能大师慈悲来教导我，我亦无所得，我于涅槃常得乐得，我得净得，常乐我净是得，也不能获得呀。是曰：奴今彻也。现在就真的是大悟了，一名自彻啊，彻理懈而退啊。好，我们休息啊15分钟啊。54页，有一童子名神会，襄阳高士子。襄阳是湖北啊，这个神会禅师呢是湖北人。这有一童子名神会，襄阳，俗姓高啊，年13，自玉泉来参礼。自就是从神秀大师的玉泉寺，这个玉泉寺就是神秀大师住的地方，来参礼。诗曰：知是远来艰辛啊，你来得很辛苦啊，那么远来，还江的本来佛，还江的本来佛就是你得到了本来的面目吗？意思就是你见性了吗？这还江的本来佛，你有没有见性得本来面目呢？若有本，则何事主？是说看。若有本，若见性，如果有见性，何就是应该，是就认识，那么你就应该认识你的心的主人翁咯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见性的人，那么则应该认识你心的主人翁。来说说看。神会就说了，以无助为本。13岁的小孩子啊，就会讲以无助为本呢、见即是主，我现在看到了，以无助为本，这个就是我的主人，现在看了不执着就是我的主人。六祖当然要再继续考试啦，你慢慢的看底下的回答啦，要试试看了啊。是曰：
说这沙弥正合其次矣。哎呀，这个小小的沙弥啊，正合其次矣，就是急忙草率的回答。其次矣就是六祖讲完了他马上就回答，哎，没什么礼貌，很草率的就回答，就是正合其次矣。次矣就是六祖发言完了马上就回答，轻率草率，没什么礼貌。哎呀，这沙弥啊，正合其次矣啊，以助杖打三下，用拐杖啊打了三下呀，慧乃问曰，神慧就问啊，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呢、啊、和尚你坐禅是见还是不见呢、啊、是云，我打你是痛还是不痛啊？是对曰，也痛也不痛。六祖就回答，我也见也不见。神慧就问说，什么是也见也不见呢？六祖就回答了，我之所见呢，常见自心过谦，我常常见到自己的过错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，是以也见也不见。汝言亦痛亦不痛，你说也痛也不痛，如何啊？那么你如果不痛，像同其草木啊，那同的木石啊，草木石头啊，也不痛吗？如果说痛，痛就跟凡夫啊就会起嗔恨啊，因为你说痛嘛，就跟凡夫起嗔恨心啊。啊，那六祖考试看看有没有真的见性，奴向前见不见呢、啊？啊，像就刚刚，你刚刚那个见跟不见，你讲的时候问我见跟不见，你落入两边。像就刚刚，你刚刚问我慧能那个见跟不见，是你这句就落入两边，痛不痛，就是生灭，不是痛就是不痛啊，就是生灭法。奴自信且不见呢、啊，敢来细论呢、啊？就碰到圣人，这下没办法耍大刀了。哎，这要是我们没这种能力的话，他来，我以无助为本，见就是主，你马上昏了，你不会回答，是吧？六祖是圣人呢、啊，大彻大悟的圣人呢、啊，敢来这里要耍啊？你自信且不见呢、啊，敢来这里啊？戏论，戏论就是耍嘴皮啊，不是真功夫啊，耍嘴皮。神会礼拜啊，回谢啊，忏悔。师又曰：奴若心迷不见，你如果不悟，迷了，不悟。问善之事啊，觅路，找寻一条解脱的道路啊。奴若心悟，奴若心悟，即自见性啊，依法修行，奴自迷，不见自心呐、啊。你自己迷了，还不见，没有见到自己的心性，却来问我六祖慧能见跟不见。我见自知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见不见自知啊，岂待奴迷啊？是不是？我没有办法代替你迷啊。你如果自己见性啊，奴若自见，也不会代替我迷啊。你见性啊，没办法代替我迷啊。就是个人生死就个人了咯，何不自知自见呢、啊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何不当下自知自性自见本心呢、啊？这个自知底下加了两个字叫做自性，自见的底下加两个字就是本心啊，就更清楚了。
何不当下自知自性，自见本心，乃问我见还是不见呢？神会再礼拜拜一拜，求谢过谦呢、啊？这十三岁的小孩子啊，真有福报，碰到六祖啊，福亲吉士啊，这个神会啊，在六祖啊旁边的服侍的不离左右啊。有一天，六祖告大众曰：“说我有一物啊，我有一种东西。”六祖当然是指的我们的清净自性啦、啊。我有一种东西，这种东西呢，无头、无尾、无名、无知，也没有背，也没有面，没有背面呢、啊。诸人环视佛，哎，你们认识这种东西是什么吗？六祖问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呢、啊。我们的清净自性没有头，也没有尾，没有名字，没有正面，也没有背面呢、啊。你们大家认不认识这个清净自性呢、啊？哦，神会就跑出来了，神会出现。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啊！啊，对，六祖就说了：“哎，相如到无名无智啊，奴便唤作本源佛性啊！你没有听清楚吗？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？”这种东西是无头无尾无名无智的吗？无背无面呢？你竟然跑出来说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的佛性啊！这不就又落入名字了吗？刚刚跟你讲没有名没有智啊，没有智，你便换作本源佛性，还加上一个本源佛性这四个字啊啊！奴相去。有把毛头盖，有把毛头盖也只成个知己中土啊。诸位注意看啊、哦、把笔放下来，注意看这里啊、哦、这里要解释了什么就是相去啊，相去以这个为中间，以这个为中间啊，这个中间啊，这个为偏位，这个是正位，这个是偏位，从偏位向到这个正位叫做向去，从正位来到偏位叫做却来，却来啊，就是一个去再一个知，注音符号的知吃思的知，却一个去，却来，从偏到正叫做向去，从正到偏，偏向一个方向叫做切来。这向去有把矛头盖，这个向去的意思就是说你本身也没有什么德性啊，你现在还不错，能够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向去就用我们现在的话才听得懂，叫做你托大众的福，哼，用现在的话你才听得懂啊！你因为托了大家的福，怎么样？有把毛头盖，这个毛头盖就是草啊，覆盖在上面，就遮遮雨啊，挡挡阳光啊，啊，意思就是属性还有这个一间这个茅屋啊。表示不是很富丽堂皇了、啊，还盖在上面，怎么样啊？还可以让你住下来，福报不错了。可惜呢，你只成个知己中途，知己就是在文字上下功夫，表象上下功夫，不是在真的清净自心上下功夫，
啊，我再讲一遍啊，象气有把矛头盖也，只成个肢解中途。你还算不错，托了大家的福，还有一个不错的茅棚草庵给你住下来，福报算不错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你只是一个一文解义的，文字上下功夫不是真正见性的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只在表象上文字上下功夫的人。会后就是神会啊，后来入这个京洛，京就是京都，洛就洛阳，河南洛阳啊，大弘潮汐顿教住这个显宗寂啊，他就是菏泽禅师啊，菏就是一个草头在一个渭河的河，泽就是三点水啊，德泽加倍啊，恩泽的泽，菏泽禅师啊，显宗寂啊，行于世间啊。十六祖啊，见到诸宗难问啊，嫌起恶心啊。不只是我们现在啊，1300年前的六祖啊，互相攻击啊，毁谤伤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了。真的，为什么嫉妒啊？所以啊，我们要认为世间娑婆世界这个就是正常的，不需要太难过，也不需要太在意，众生会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子。好了，嫌起恶心，多聚在坐下啊，敏而畏耶啊，因为看底下的人啊，那个发心都不是好的，为什么这么难问呢？那就故意刁难诸宗，就表示各大宗派啊，修习佛道以各大宗派为依据经典，个人修个人的，可是呢就是一直来为难六祖。做一个圣人还不简单，世间诸宗难问啊，嫌起恶心啊，起的念头都不好啊，都跑来他的座下，六祖就怜悯大家呀，悯而畏耶啊，说邪道之人啊，应当一切善念恶念啊，应当尽除，应当尽除，就是说哎呀，不应当起恶念，也不要着一个善念啊，无名可名，名以自性啊，我们的清净之心没有任何一个名字啊。方便说名以自性，这个名呢就是方便啊，说清净之心没有名字可以名，但是方便叫做自性。这个无二自性，这无二就是当下，见善恶当处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着，叫做不恶。这个善恶不恶之性，善性本空，恶性本空，无所住着，这个清净的自性就是无恶之性，就是实性，就是我们的本性，是名实性啊。以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呢、啊，言下辨析自见。诸人闻说，众皆作礼，提请示为师啊。55页中间呢、啊，唐朝征召第八，名气这么大的六祖的，当然皇上就要征召了啊。神龙二年，这个是唐中宗的年号，中就中间的中啊，中正的中，
唐中宗年号，写一下，西元706年，神农二年，西元706年上元日，诸位，元宵节叫做上元，正月15日叫做上元日，中元是几号啊？7月15。对了，下元呢？11月15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元宵节正月15叫做上元，中元普渡7月15叫做中元，下元就是11月15，这指农历的 啊。神农二年，因为那时候没有西历了，那时候怎么哪里有什么西元几年几年的？那时候中国都是用农民历的啦，农历年的啦啊。神农二年上元日啊，这天就武则天呢、啊，啊，这武则天跟六祖是同一个朝代的人，中宗这唐高宗的太子了。这个中宗呢，他被武则天母后啊废掉，贬为庐陵王。陵就是耳朵部，我们那个嘉陵街那个陵，庐陵王被这个武则天母后呢贬为庐陵王，居房州，房子的房啊，那个州，居住在房州14年。这个张东芝啊啊迎复位，就是把他迎回来，张东芝啊把他迎请回来皇宫。经5年驾崩，中宗啊往生了，走了啊。讲到这唐中宗啊，唐高宗的太子唐中宗赵云，那赵云就是皇帝啊啊，下这个命令啊，赵云说：“朕请安，就是惠安国师秀，就是神秀大师啊，那北宗神秀大师，还有嵩岳惠安国师啊，嵩山的嵩，一个山在一个高，嵩岳啊，嵩岳惠安国师，还有神秀大师两位入京啊。”宫中供养啊，万机之下啊，就国事很多了，就是万机啊，每天很忙了、啊、只要忙完了国事，有空闲怎么样，米就一胜啊，一胜就最上胜了、啊、可见唐朝那个佛教有多兴盛，连皇帝文武百官通通信佛，通通信佛，叫做盛唐时期呀、啊。二师推让云：“哎呀，神秀大师还有惠安国师啊，就推让，谦卑的推让说，南方有能禅师啊，南方有慧能禅师，密授忍大师的医法呀，啊，秘密的。”传授这个弘忍大师的医法，就是正在传这个啊见性大法了，传佛的心印啊，可请笔问，你可以到南方请示慧能大师。哎，就告诉啊，人家都告诉他这样子。哎，今这皇帝啦，就遣这个啊，今遣就是派遣这个大内的高手了。遣内侍，我们就是大内高手啊，皇宫内称为大内啊。啊，那今遣这个，宫内的啊，这高手了，将军呢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西简内侍啊，就是意思就是服侍啊，哎、啊，皇上其实是在左右了，在皇上的左右了。叫做逆侍啊，在皇上的左右叫薛简，这持诏迎请，这持诏迎请啊啊，就是
奔驰啊，快速的传达皇帝的命令，来迎请六祖。啊，要我们现在的话耶，这个总统召见啊，主席召见啊，哎呀，都快乐的不得了，觉得与有荣焉。六祖不去，你看下去啊，六祖他不去的呀。愿师痴念呢、啊，束缚上京啊，希望这个六祖啊，到这个京城来。是上表辞疾，六祖啊，就写一个啊，当然就请人家写的啦啊，上表啊，上表就下对上嘛，是他是皇帝吗？表辞疾啊，上表辞疾，哎呀，不要说我生病啊，身体不好啊，我不去啊，不想到宫中，院中临路啊，路就是山竹啊，山的底下啊，这一片森林的脚底下啊，我们讲的山边啊，啊，院中临路也是啊，森林的底下啊，山竹，竹就是脚那个竹啊。谢简曰：“京城禅特皆云呢、啊，啊，我们那个人很多的地方叫做京城呢、啊。他跟皇上住在一起喽，做侍者喽。哎呀，京城里面的这些修禅的人都说了，易得会道，必须做禅，是一定啊。想要开悟啊，会道想要开悟啊，会就是悟入佛道啊。”必须坐禅而习定，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，不可能，谓之有也，是简直是不可能。就坐在那边啊，参禅啊，修定啊，如果不因为这个禅定啊，能够得到解脱的，也是不可能。为神师所说法如何？不知道你啊所说的法是怎么样呢？你怎么说呢？十曰：“哦，这句太重要了。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？道，它是心在悟的呀，不是一直坐在那个地方的呀。金刚经不是这样讲吗？若言如来，若坐若卧，世人行邪道啊，不能见如来啊，是不是啊？”为什么？那是相的东西啊，世尊指的是你的清净自性，是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的呀，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啊。我们的清净自性没有来去生灭的呀，所以 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啊，无生无灭啊，这不起心不动念就得了，不着相，离去相，就是我们本来面目啊。老是坐在那边参禅悟道啊，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？是如来清净禅呐、啊，这个就是如来的清净禅。诸法空寂，见到一切相本不可得，毕竟空，透视它，不住着它，不起心动念，无念，就是如来清净坐啊。你叫我坐哪边呢？说到究竟还是无证呢、啊、无所证呢、啊、岂况坐也、啊、连证都没有啊，哪是一直坐在那边参呢、啊、简曰，谢简就说了，弟子回京啊，祖上必问，就皇上一句会问哦，愿师慈悲啊，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啊，两宫就以前都分东宫跟西宫啊，哎，东宫太子啊，对不对？这传奏两宫以及京城穴道，哎呀，那个整个人都聚集的地方叫做京城啊。皇上住的地方当然就是最主要的嘛，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台北市啊，或者是北京啊，人多啊，是不是啊？京城穴道者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。哎，
一个灯点燃了百千灯，明则即明，昏暗的就让它明亮，明明无尽啊，啊，这样子一灯传一灯，一灯传一灯，明明无尽啊。诗云：“道无明暗呐、啊，明暗是代谢之意啊。”哇，太了不起了！明明无尽也是有尽呐、啊，只要你动一个念头，说明出现，暗除掉，这个就不是见性。没有明，没有暗，没有来去生灭增减的东西。所以诗云：“道没有明暗呢、啊，为什么明暗是相啊？对不对？明暗是代谢之词啊，生灭无常，代谢就是生灭无常啊，这意呀、啊。你讲明暗，那是生灭无常的意思啊。你就是讲明明无尽，还是有一天会尽啊。所以。”慧能没伎量，不断百思想，我没有伎量啊，也有伎量就会用完了、啊、对不对？你有伎量你就 用得完了、啊、就是明明也是有尽啊，明明无尽还是有尽，为什么？相对立之名啊，相待立名啊。所以净明经这么说了，法无有比啊，真正见性的人不比较，不计较，哎，自己快乐最知道，很清楚。法无有比呀、啊，哎，有比就是相待呀、啊，无相待故，法没有比较就没有能所、啊，就没有相待呀、啊，啊，相对待呀、啊，见曰，因为他先解了这个没有开悟啊，他就问了：明比喻作智慧，暗比喻作烦恼。修道之人，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，倘就是如果不用智慧照破烦恼，无始生死是平和处理啊。那这文字简单了哈。是曰：烦恼荡起即空，烦恼不可得，就是菩提。不要离开本处，无二无别啊，烦恼就是菩提啊。当你见到清净自性的时候，你悟到烦恼本空啊，菩提本自具足啊，无二无别啊。如果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这个是二圣见解啊，就是修声闻缘解的啦，是阳入等级啊，阳就小圣，入就是中圣啊，上至大根人细不如是。先简简曰：如何是大圣见解啊？什么是大圣人的见地呢？六祖就回答：明与无明，凡夫是见啊，永远是能所对立的咯。了智者了达其性，我大智慧的人了达明无明性，暗无暗性，明暗通通毕竟空，相不可得，自性就展露了啊。凡夫见恶，智者了达其性不二，这无二之性就是实性，当下七性无二，就是七毕竟空性是 不可得，没有两个的呀。暗毕竟空，明也是毕竟空啊。这毕竟空当下无着，这个不二之性当下就是实性。实性者，如果悟到我们的清净自性，处凡欲而不减、啊、就是你凡夫，你的佛性也不减，在贤圣而不增，你就有一天悟到了，没有任何增加。处烦恼而不乱，真正在一切境界里面如如不动，烦恼不可得了。举禅定而不急，就算在禅定当中也不会落入极灭，因为要起大用啊。我们的清净佛性不断灭啊，也不长，为什么？起大作用当然是无常了啊。我们居禅定，但是呢也不急，就不落入极境，因为啊它会造啊，急而常造啊，它不断不长，它不是断灭，它有作用啊，
有作用叫做不常啊，就是无常啊。我们的清净自性本来就没有来也没有去，也不在中间，中间是人家设立的啦。哦，注意，有的人看不懂啊，我讲给你讲啊。比如说这个桌子左边，就左边，这个是右边，我们说这里是中间，你跑去外面虚空看看，你说中间在哪里？你跑去外面看看，你指给我看看，这个桌子，你说这个师父坐的这个桌子，这个叫左边，这个叫做右边，是不是？这个叫什么？中间。你跑去外面看看，哪里是中间啊？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没有八邪道就没有八正道啊。八正道也是方便说啊。我们为什么八正道呢？就是因为众生邪迷啊，啊悟了，悟了，难道你还扛一个八正道吗？是不是？正是对邪讲的吗？邪是对正讲的吗？正邪两边衬托出中道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佛教没有中道，毕竟空叫做中道，离两边叫做中道，不生不灭叫做中道，无相叫做中道，中道无间叫做中道，要不然怎么讲呢？毕竟空叫做中道，没有讲中的，有两边才讲中嘛。我们讲八正道也是这样子的，佛为什么讲八正道？要破除众生的邪迷呢？你对六祖这个本性具足的大圣人，哪里是正八正道啊？一道也没有啊，是不是啊？底下啊，说不来不去不在中间，及其内外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啊，常住不迁啊。为什么不攀岩这个相啊？动念着这个相都不会啊，心都安详定在那个地方啊。虽定，但是有大般若智慧起作用啊，名之曰道啊。你悟到这个清净本来的自性，不迁灭，不生灭，不来不去，性相如如，这个叫做的道。邪见就说了，是说不生不灭跟外道有什么差别呀？啊，外道也讲不生不灭呀。是曰，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，则将灭止生，以生显灭，灭有不灭，生说不生。我说不生不灭，则本质无生，亦今亦无灭啊。所以不同于外道啊。哦，诸位在这个地方哦，把笔放下来，放下来，这个没有人看得懂，只有我知道。你要注意听，我现在告诉你哦，先讲外道的呀。外道的不生不灭啊，所谓不生不灭是将灭止生啊。我先举个例子，我们几点讲经呢？两点半。两点半过去以后，再来就每半个钟头做一个点吧。三点、三点半、四点，注意听啊，注意看啊。两点半、三点、三点半、四点、四点半啊，一个一个点来。好，来注意听啊。外道先讲外道啦。两点半、三点跟两点半来比较怎么样？将灭止生，三点到了，两点半怎么样？灭了。嗯，对，很好啊、哦，还知道会回答，很好啊。三点到了，两点半灭了，就将灭止生，三点生啊，哎，怎么样？两点半灭了啊，把两点半灭了，止住两点半生啊，以生显灭，
三点生来显示两点半灭，灭又不灭，你说两点半灭，你用三点来灭掉两点半，可是这继续推进呢，三点又推到三点半，将来三点半又把三点灭掉，灭犹不灭，你说三点来灭掉两点半，就有一个时候要灭掉你这个三点，一定有一个时候灭掉你这个三点。好，三点半灭掉三点，四点又灭掉三点半，四点生三点半灭，四点半生四点灭，好，就这样子了。两点半，三点，三点半，两点半灭了，三点生，三点灭了，怎么样？三点半生，三点半灭了，四点生，这样算灭吗？这继续生灭吗？灭不掉啊，就灭不掉啊。生说不生，这将来又会生，他说不生，你把拿三点来灭掉两点半，知道啊，灭的这个点是对立存在的啊，对立存在的，有一天人家也会把你干掉啊，灭掉啊，对不对？你讲，诸位，如果有人讲我很伟大，那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说一定还有人比我更伟大的啦，你知道吗？比较啊，比较之下呢，我很伟大，意思就是不伟大，你有比较啊，对不对？自己觉得很了不起，就一定有人比你更了不起，可是我通通摆平了，我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没什么伟大，大不大，小不小，通通没有，摆平了，就绝对的大，没有人跟你比较，你就想大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这样子，大彻大悟的人心跟见到的跟众生是大不相同的，你只要有比较就叫做生灭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讲六祖的了，还不要看课本哦，不要看了，等一下我会再讲啊。好，六祖的，我说不生不灭呢，本质无生，今也不灭啊，注意听哦。两点半呢，我们来分析两点半哦。两点半一开始的时候，你记得那个开始，大家集合，集合啊，集合。好了，集合以后，我又准备开始讲经了。两点半分析可以来，众缘和合，自性本空。两点半其实根本就没有开始，是我们妄执妄动，知道吗？假设说有两点半，因为当体即空，时间空间就是人类假设出来的，因为虚妄的执着，两点半当下就是空，对不对？方便说两点半是开始，即一切相，离一切相，根本就没有两点半开始，这开始就是妄动。六祖讲的本质无生，两点半有生吗？缘起性空，哪个地方生？我们今天现在一直讲经讲经，也没有生啊。方便说我们在讲经啊，今也不灭，所以不同外道啊。就现在看课本啊，这样再来听，哇，那就看得来了。简曰啊，56页，简曰。是说不生不灭，何意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呢？是曰，六祖慧能就说了，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，其实还是落入生灭，还是落入生灭。为什么呢？将灭止生呢？把这个灭停止这个生，比如说两点半，对不对？三点，他就这样子啊。两点半灭掉了，就指什么？两点生啊，两点半再往前推啊，将灭指生，两点半灭掉，怎么样？两点半没有生，但是它还是生了，为什么？三点来把它除掉啊，所以叫将灭来指这个生，把灭
产生，然后这个生除掉，灭还是生呢、啊？是以生显灭，用这个生来显这个灭，互相显啊，有生它就有灭嘛，用生来显灭嘛，啊，将灭止生嘛，灭止掉生，生显灭，那不是生灭吗？灭又不灭啊，还是没有灭掉啊，你只是互相衬托，继续产生啊。底下加三个字，生说不生，将来又，将来又生，叫生，加三个字，将来又生，生的底下加两个字，如何说不生，你怎么说不生呢、啊、所以生说不生这看不懂，生说不生意思就是将来又生，你如何说他不生呢？诸位，如果我们也照见五蕴皆空，万法不可得，不要妄执，不要妄动，不妄分别，不要虚妄的世间过日，如如不动，性相本如啊，没有增减生灭之相啊，没有明暗白气之相啊。所以底下我说就六祖了，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本质无生，两点半，两点半无生，对不对？现在既然两点半没有生，我们现在讲的五点有生灭吗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当体即空嘛，也是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方便说我们在讲经，你们在听经啊，这个也是虚幻的，不实在的啊。所以不同外道啊，若一知心要，你想要禅宗见性大法的心要，这个底下就是关键。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，就是不能执着任何的善念恶念。但一切善恶多莫思量，就是不能落入根尘世的观念啊，恶言不能落入恶言对立的啦，善恶就是恶言对立啦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啊，湛然常寂啊，妙用恒沙呀，湛然常寂就是光明的清净自性啊，妙用恒沙呀，无量无边就是恒沙嘛，简就是些简呢，蒙指教，豁然大悟。我这个大要念很大声哦，替他高兴哦。啊，诸位有没有这个字要念大声一点呢？哇，豁然大悟，哇，那就恭喜大家了，是不是？你本来就具足了啊，我也没有给你们，你们也无所得，大家都平等。礼持归阙，阙就是皇宫啊，啊，这个。礼持归去啊，啊，这个歇简啊，大悟。你看，人家到这个六祖那边去哦，对不对？这样讲不到几分钟哦，大悟啊！我们搞到今天啊，第六天啊，人家去两几分钟、几秒钟。就解决生死啦，我们搞到现在啊，几天几夜啦，还没什么消息，讲到长无常就，不过还是有人呢、有所悟，有所悟，我们是知道的，心照不宣，太好，太棒了，英文怎么说 ？So good， 会讲吧 ？So good。如果糟透了怎么说呢 ？So bad, b a d 啊，糟透了就是 so bad， 太棒了 ，so good。哎，那我们前几天讲的叫做 so what？ 好了，礼持归阙啊，表奏事宜啊，表奏写奏奏折啊。呈给皇上啊，看啊，六祖讲些什么话啊？就是表奏事宜。其年九月三日啊，有诏皇帝下的命令来奖赏玉，就是皇上的指令啊。
诗曰啊，讲这御诗啊，赞叹啊，来褒扬一下。诗就是皇上讲了，说六祖啊，慧能啊，就诗尊皇上尊称他了。诗辞老疾呀、啊，你呀、啊、辞掉不来皇宫啊，说你老了，你病了，为朕修道啊，你为我皇上啊。来修道啊，果子福田啊，哎呀，这个六祖当时可不得了啊，轰动啊，连皇上都是钦佩呀、啊。啊，你这样修行是果子福田啊，诗若精明脱疾皮也啊，六祖啊，你就像维摩诘居士，维摩诘精明就是维摩诘啊，脱疾。啊，推脱假设假装说哎你是生病啦，毗耶就是毗梨耶，就是维摩诘居士住的地方啊，啊维摩诘居士啊啊就生病啦，内心动念就说世尊为什么不派人来看我呢，我现在生病啦，哎就像啊维摩诘居士一样啦，托这个疾病住在这个毗梨耶，来阐扬不二的大圣的法药，阐扬大圣，才有维摩诘经啊。维摩诘经，维摩诘不脱疾啊，在这个毗梨耶，那怎么会有一部维摩诘经呢？那阐扬大圣不二法门，传诸佛的心印啊，谈不二法啊，谢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呐、啊。知见就是无见、啊、如来的知见就是无所见、啊、正积善于庆啊，我皇上啊多么的友善啊，啊积了累积了很多的 啊善啊，积善于庆，于庆就是很多很多了，值得庆贺了，是不是啊，积善于庆啊，树种善根啊，直使出世啊，哇要碰到六祖啊，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团呢、啊、要碰到六祖啊，个个都开悟的，对对，一下子到六祖那边去，尤其我最快了，一去了六祖他就 OK 了，嗯，是不是啊，树种善根啊，师子只是出世顿悟上圣啊，上圣就是佛圣啊，跟佛一样的呀，感贺师恩啊，你看这皇上讲话很客气的啦，对这个六祖非常客气的啦，哎呀非常的感恩啊，啊贺就是说好像加倍我啦，感恩加倍啊，啊由于贺本来就是一种负担啊，就是承担起来了啊，我有感到啊，承担到，哎呀，六祖慧能大师啊，你的恩呢、啊，顶戴无疑啊，我最恭敬的用顶啊，撑起来叫做顶戴啊，承受起来叫顶戴啊，我承受师恩呢、啊，拜奉，我现在啊，赐给你啊，摩那袈裟，摩那就是高丽，韩国的高丽啊，啊。高丽国啊，我们不是韩国人参吗，到高丽啊，摩那袈裟以及水晶钵，以及水晶钵，这是价值连城啊，这是一种荣耀啊，啊六祖是佛的，那这怎么会看那个呢，是不是，昨天呢、啊、麦老师问个问题呢，很好，就说六祖是佛，那为什么没有转三十二相呢，为什么，知道答案举手，嘿嘿，不知道啊，我宣布答案啦、啊、诸佛菩萨都有默契的，在一个时间一个空间只能一尊佛示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只能一尊哦，不能第二尊哦，三藏十二部今天打开里面就写得很清楚的、哦、
啊，来示现人间的佛只有一尊，如果有两尊，我告诉你哦，佛没有问题啊、哦。我现在告诉你啊、哦，高雄也出一尊佛，台北假设也 出一尊佛，好了，这两尊佛是绝对平等。好，传下来的弟子呢，那可不一定了。我告诉你，会加上自己的意见哦。现在很多注解都是加上自己的意见哦。好，现在开始就争论了。哎，我讲的是高雄那一尊佛讲的，你讲的是台北那一尊佛讲的，佛跟佛没有问题，传到底下问题可大了。这到底谁讲的呀？摩西被按到这几尊，所以诸佛菩萨除了释迦世尊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示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其他一律不准，不能这样子。佛度众生有方便的啊，相是表法的呀，知道吗？相是表法的。我今天戴这只眼镜讲经，你看啊，这是三宝，理所当然。我现在把你想象一下，我现在把这只眼镜拿下来，戴一只黑道大的大哥啊，叫黑乌金的吼墨镜挂着，是不是啊？讲起经来这样晃，左边晃晃一晃，是不是啊？那是奇怪，我是不是不戴不摘？像法师吗？哦，法师有表象的，哎，是不是 啊？所以我们不能戴太阳眼镜讲经啊，除非我眼睛有毛病啊，眼睛有毛病、有问题，当然有时候戴太阳眼镜，怕太阳太强，出去要戴这个，有的人要戴这个太阳眼镜，要不然会伤到眼睛啊。这是表示说相是表法的，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佛，这些佛陀世尊都有一个规定啊，示现哪一个世界就是一尊，不能第二尊。示现在第二尊就佛没有问题啊，底下就乱掉了，知道吧？哦，底下啊，次少诸次时，次就是天子颁布臣民的诏书，诏书叫做敕，皇上的诏书了、叫做敕，天子颁布臣民之诏书，少州刺史修士啊，士于就是道场了、整修建这个道场，士师旧居，旧居之地，加两个字更清楚，旧居之地啊，以前住在哪个地方？哎，叫做国恩寺，皇上命的名字啊。法门对视第九啊，是一日唤门人法海啊，叫门人法海，自成法达。神会自常自通自彻自道法真，前面都有啊，但是这个法真就没看到了。哼，前面都有参的吗？法海是记录人啊，自成有啊，法达有啊，神会也有啊，自常也有啊，自通也有啊，对不对？自彻也有啊，啊，自道也有啊，法真就没有了啊。法如等曰，叫这些徒弟进来呀，奴等不同于人啊，就来自各个师门，不同的师门，无灭度后啊，各为一方师啊，我灭度以后啊，你们各居一方，那红船开来，我今教如说法，不失本宗啊，我叫你说法，不失啊顿悟见性，这个禅宗本宗就是顿教，先须举三颗
法门，动用36对啊，三颗啊，像五音啊，摄入18界，就是三颗。五音摄入18界，叫做三颗。动用36对，只要你启用，就用36显现这个名词。触摸即离两边，有人讲明，你就讲暗；有人讲生，你就讲灭。哎，有人讲善，你就讲恶，这样互相破除，中道就产生触摸即离两边的。什么叫做触摸啊？你一问我一答，叫做触摸；你一问我一答，你就离两边，离两边就是中道，就是佛心，就让对方见性啊。说一切法，莫离以自性啊。忽有人问汝，忽有人问汝法，有人问你这个法，出于尽双啊，啊，嘴巴一讲起来，双就是一对一对出现啊，一对一对出现，你讲话就一对一对的出现啊，皆取对法，来去相因啊，来跟去啊，来去，他一问一答，互相作为因呢、啊，就可以破除对方的执着啊，叫做来去相因呢、啊。58页，究竟恶法尽除，众生因为没有办法进入不恶法门，所以他一动念就是能所不断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破除他的执着，产生种种的啊分别执着对立，我们现在要让他进入不二法门。就除掉他的执着，他就没有去处啊，更无去处啊，更无去处，这个就是见性啊，见性无处可去啊，也没有东西来啊。三颗法门者，因界入，五因18界12入，因就是五因，色受想行识也，入就是12入，就是6根对6尘呢、啊，就是12入。入就是6根对6尘，来入我清净心，染污的染污了我的清净心啊，从这12个地方啊，一年一接触